瞧我们派对的主人海涛，我们欢迎焦毅。在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呢，有非常多的人，非常多的观众，非常多的小姐姐非常喜欢我们的猛虎战队。那么今天快乐的福利到了，就是猛虎队的专场。接下来欢迎猛虎队入场，让我们欢迎混血队长韩月。阳光副队长唐思南。是李琦。隐藏魅力小家豪。要青年邓超。成熟稳重张松武。邻家男孩胡 VV。有请我们今天第一支队伍登场。大家好，我是66号，名叫刘吉林。我的前女友她说猛虎队帅呀，所以说我要证明比他更帅，我才有资格把他追回来呀。你想找谁 PK 呀？邓超，邓超是我的偶像，也是我的情敌哦。我们的队名是，对，我们的口号。没有口号就是聊。来，有请我们的猛虎队上场。哎呦，帅帅帅帅帅！哎呀，哎呦呵，帅帅帅！男模团，加油了，各位帅帅虎，让我们摇摆起来。哇，你们这么摇很帅，你们以后就这样吧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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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帅帅帅帅帅，哎呀，男模团。哇，你们这么摇很帅，你们以后就这样吧。好的，今天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猛虎队专场啊！今天穿上西装的猛虎队，我觉得还真的挺帅的。那作为一个男生，你觉得他们帅吗？挺帅的。
但是没我帅。哎，你觉得哪个地方输给了你？那个体型比我大，体型比我大。来，何其正凉茶啊，分享一下，清凉一下，多喝一点。来，我们认识一下下一组挑战者。参加这个节目嘛，主要是因为我女儿吧，她特别喜欢猛虎队里面的她韩瑞，但是呢，她今天没有时间过来，委托我过来啊。顺便等于是看女性样的嘛，看不看得上是另外回事。那么现在呢，也可以拿起你的手机，点个摇一摇，挥舞一下你的双手，就很有可能带着你和你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长沙世界之窗。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，那不如就赶快摇桥吧，开摇。哎呦哎呦，摇摆的越来越猛烈了啊！哎呦喂，哎呀呀呀，哎呦哎呦我一手滑流，哎呦啊，哎呦，哎呦啊！哎呦啊，哎呦，哎呦啊，一个哎呦啊，哎呦，街舞动作呀！让我们来期待一下下一组吧。接下来我们猛虎队的队员会进行福利大放送，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知道一些他们的小秘密，他们有很多小秘密，今天就来一一的告诉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韩月，我是乐水月。谁有问题想问？你可以用德语说我爱你吗？哇，哎，等一下，跟谁说很重要。我想让他跟我一个人说。Ich liebe dich. Ich liebe dich. 韩月，带上你的战队，待会儿去迎接你们的守护战吧。今天既然是猛虎队的专场，我们也精心为你们准备了更加精彩的守护赛，组成一支摇桥战队。过程中，猛虎队员必须守护该组成员，如果成员全员落水，那作为守护者的队员将接受惊喜惩罚。有请我们第一组登场。你们这一队叫什么名字？月亮队。咱们月亮队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口号？寒月勇敢飞，月亮永相随。你们今天有什么想说的、想表达的？我们的猛虎队的队员会无条件满足你们的所有愿望。我要跟他结婚。你们今天要寒月满足你们什么愿望呢？我们来踢球，他来扑球。好嘞，满足你们这个愿望，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射手，然后韩月来扑球。一会儿韩月你要选出一个你认为的最佳射手，然后把你的这副心爱的手套送给他，好不好？好嘞，韩月，我来了。韩月，球接着啊，来了。
希望你接住我爱的一球，让这个球再满我满满的爱，然后把这个球扔进他的怀里，让他这样抱住。我想要你的手套，谢谢。哇，这个球还是蛮有力度的。接下来呢，肯定是各位女生心脏最砰砰跳的时候了。没错，你觉得七位女生当中哪一位踢得最合你意？哇，虽然有的撒娇还是蛮管用的，但是我还是要给那个踢得最厉害的。所以你说的是这位小姐姐吗？好嘞，恭喜你获得韩月的手套。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手套真的是韩月用了蛮久的，对不对？用了两年的手套。哎，绵阳队有没有信心？有，请上桥。接下来呢，在每一支的挑战队伍中，都会有一位我们猛虎队的队员保驾护航。绵羊今天很活泼啊，两支队伍请准备，我们现在开摇。哎呀，哎呀！留在你梦怀，梦清楚感受。哎呀，我们小绵羊挺给劲儿啊！来，对面的妹妹死死的抓住你们韩月哥哥。看到他落水了，你知道我让你站在这里是干嘛不？受惩罚吗？这个里面有水。旁边的小菊现在已经拿了一根银针，跃跃欲试，他恨不得把这根针扎在韩月的身上。凭什么我的身边没有一个女孩子？看看他身后这么多女孩子，气不气？气。要不要狠狠的扎？扎。积蓄力量好不好？水马上就要降下来，你们愿意陪着韩月一起受罚吗？愿意。好，我们掌声欢迎唐思南上场。大家好。完了。哦，我叫唐思南。那学小有问题想要问他的吗？还是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就是紧张，有点紧张啊。问嘛，大叔好腼腆。我是跟他同一年的。当副队这么久了，你有少过短针吗？韩月，韩月在哪里？就是他
可能比我长得更帅一点，所以他更适合当队长。我觉得你帅一些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们这支队叫什么队呢？海棠花队。海棠花队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口号？有有，来我们一起喊吧。好的，我们的口号是：面朝思南，海棠花开。那你平时就是除了摇桥之外，最爱的体育运动还有兴趣爱好是什么？最喜欢的就是篮球，然后文静一点的就是音乐。篮球和音乐。音乐。那你们现场想不想听他唱歌？想啊。乌黑的发围绕成一个圈，缠绕我对你所有的眷恋，隔着半透明的脸，嘴里的谎言已经没有欺骗。不定规则瓦片，安静的想念，没过过你的最美那张脸，终于找到你所有流浪的终点，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。谢谢，谢谢。那队长和思南一起来这边选择一下你们要对抗的战队。和其正凉茶，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让自己变得清凉凉。来，两支队伍请准备，我们现在开摇。小南哥也有非常非常多的粉丝哦。非常喜欢听歌，也是篮球迷。也是厨房达人，阳光忧郁的文艺青年。哎呀，小南哥没保护成功啊，被受惩罚了。唐楠对音乐非常的痴迷，非常喜欢听歌，也是篮球迷，也是厨房达人，阳光忧郁的文艺青年。天哪，唐思南，刚刚他们说虽然你把他们都丢下去了，但是他们愿意替你受罚。我觉得他们来了，然后这次目的已经达到了吧，全部都湿了，然后就缺我一个了，所以我要陪他们一起湿了。然后下面见证奇迹的时刻了，唐思南小哥哥被水砸。虽然全部落水了啊，但是笑得很开心啊。来到这个节目很开心，然后可以认识这么多的朋友，然后还可以见到喜欢的帅哥，喜欢他的人会越来越多，好不好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下一组。现在我们掌声欢迎肖家豪上场，要热烈一些，他本来就腼腆。有什么问题要问他？来。你的理想的女朋友是什么样子吧？我希望她高挑、身材好，然后特别聪明。欢迎我们支持肖家豪的朋友们，欢迎你们。首先呢，来问一下队长，我们这队叫什么名字？家人队。家人有约，摇到最后。带的是什么？带的是一个
对节目组还有对每个人的祝福，还有一些小心意。哇，这是照片呢，四支战队，包括中间非常可爱的小菊，然后这边有希望节目组越办越好，给大家带来更多欢乐，节目成功，红红火火。优秀，嘉豪，你亲手做的爱心便当。第一层的话是有牛肉虾仁，然后哇，第二层是有鸡蛋、圣女果、西兰花，真的是有用心在做哎！哇，真的是有个爱心，男友力爆棚。大家希望我摇到哪个队呀？绵阳，绵阳队。哎，恭喜我们这一队绵阳队的小姐姐，可不要脚软哦。站的是绵阳战队。大家好，求我啊！让我们摇摆起来。有我们的害羞的小哥哥保护。哎呦我天哪，这甩！大家好，要保护住了啊！保护不住要受惩罚啊！对，我们前面后面，对后面的妹妹死死的抓住，哎呦，对，哎呦，轮着换，哎呦，哎呦，下去又上来了，哎呦，哎呦，下去又上来了，哎呦。好，哎呦，四个妹妹抱作一团取暖。很无助哎，不知道该咋办。那不如就，哎呀，我刚要恭喜你，你就差半秒。有我们的害羞的小哥哥保护，嘉豪要保护住了啊，保护不住要受惩罚啊。保护住他们可惜吗？很可惜，我很想保护住我前面那个的，但是没抓住。哎呀好感动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跟嘉豪小哥哥破圈很幸福。怎么样，三二一走。破圈很幸福，我们玫瑰生命面膜送给你们好不好？来，每个人都有，我们变得更美丽，下次再来争取留在桥上好不好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下一组的表现吧。大家好，我叫胡薇薇。永远爱你们。好，来这位吧，你刚刚叫的最大声啊，你先来是吧。好，来，胡薇同学的微博有一些写真，想知道你什么时候结婚。因为现在还在读书嘛，暂时还没这方面的考虑。那你喜欢的女孩子的类型是什么样的呢？像你这样的，像你这样的。我生病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对你完全没有免疫力。我一直在找
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白马王子。好，我们棒，耶，棒！那微微有没有什么要回馈自己的支持者呢？我有一个小魔术表演。哇，今天有魔术表演啊！我们先把它点燃。嗯，酒精干了。假装有火焰，哇，太好！让那个后期劈个火焰上去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三二一，哇！还送了我们队长。我摇到哪一队呢？加油，请上墙。咋这么美呀 ？VV， 你要照顾好他们呀。现在，让我们摇摆起来。小菊，把它摇下去，小菊。别摇了，别摇了。加油，二位啊，给你们五秒钟的时间，给它摇下去。五、四、哎呦，微微微保护来了。哎呦，英雄救美。我们的队名是“我怎么这么好看”，我们的口号是。输赢不重要，好看才行。好看不重要，声音好听就行。今天来到这里，有没有特别想挑战的队伍呢？蒙古队，我们有带了这个小礼物给他们，比赛的时候可以喝上这个清凉的凉茶。小菊兴奋的已经跳起来了。哎呦！小菊，快让他们上来！他们也给我们的猛虎战队准备了一个超酷的小礼物。这个是什么？果汁。果汁是果汁。果汁是彩色。那我们就摇起来吧！随风飘摇，还在
好，猛虎战队啊，边喝边摇。好，慢慢的，好像已经稳定住了。知道桥的摇摆的节奏了。哦，冰霄姐姐她，哎呦，啊，哦，哦。还有机会，哎呀，既然大家都走了，就都走吧。我怎么这么好看？落水了，有什么感觉？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下去的。告诉你，你这个桥让你学会了后空翻，你知道吗？好处的，因为我一直在跟前面小哥哥说轻一点，轻一点，然后我就唰一下就没有了。你送他们饮料喝，我们也送你和其正，好不好？来，三个人一人一份和其正凉茶，分享一下，清凉一下。来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下一次的精彩表现。我们这个团队有点特殊，我们是一个听障团队。然后他首先是看了这个节目之后呢，觉得特别有意思，特别有趣，然后想其实我们聋人也可以啊，然后想来展示一下我们聋人的魅力。这是我们团队为栏目组画的一幅画。哇，点亮你的生活。加油加油了，小菊也在不断给他们打气加油。接下来是我们绵羊战队，我们现在开心的摇摆起来吧。哎呦哎呦，没事没事，哎呦，后面的哥哥也很厉害啊。哎呀，咱们小哥哥，哎呦，本来过来是想展现我们龙人的耐力的，没有想到框瓢了。玫瑰私密面膜送给你，漂漂亮亮，美美丽丽，永远这么开心乐观阳光。来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下一次挑战者。大家好，我是62号包学成啊，包教包会包学成。我们是一个高科技公司，我们现在有80多个专利，是搞发明创造的。我们看了几十集的这个视频，研究了它的这个频率和振幅，集体学习，然后总结出来在公司演练。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。上桥！
现在开摇。我们看了几十集的这个视频，研究了它的这个频率和振幅。刚刚那一组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：旋转、跳跃、走你。接下来有请下面一组，有请他们吧。我们的队名是大红帽队，我们的口号是要要要，摇摇摇，笑笑笑。我叫赫里森，我是我们这个队的队长。队里面实力最强的那个人是谁？那肯定是我了。我是队长，我实力应该是最强的。大家为什么要选您当队长呢？我吨位大，我吨位大。想摇的队伍是哪个队？不管你是什么队，哈哈哈哈，我们都不会怕，一定会坚持到最后，我们一定会胜利。大红帽队是吧？每个人都戴了我们的红色的安全帽。那最想挑战的队伍是哪一支队伍呢？恐龙队太厉害了，就搞个猛虎队吧，应该是。不管你是什么队，我们都不会怕。最想挑到的是我们的猛虎队，会不会称心如意呢？恐龙队，既然已经挑到了，就没办法了，请上场。来吧，来吧！平时都是在家里看摇桥啊，今天我们在桥上好好的玩一玩。好，有请我们的恐龙战队上桥。安全第一，我们就摇起来吧。安全第一，摇桥第二。来，两支队伍加油了。怎么的？哎呦哎呦哎呦！前排大哥很稳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前排大哥很稳啊，前排大哥就像一个秤砣一样。掌握好这个节奏 ，OK 的，不怕你们。哎呦，后面大哥，哇哇哇哇哇哇！啊，开始稳了。坚持下就能为你们的孩子赢得我们的读书郎超级大奖了。哎呦啊，哎哎呀，我好，一起期待一下下一组。我们的队名是超女队，我们的口号是我们一起摇啊摇，你们全部掉下桥。为什么要叫超女队？因为我们是超级无敌美少女。
那今天来有没有特别想挑战的队伍呢？最想抽到的是绵羊队，然后如果没抽到绵羊队，我们可能是比较想要抽到蒙古队。哎呀，那就有两个选择，占了个二分之一了，是吧？那就请队长去转动转盘，挑选一下队伍。绵羊，看看能不能众望所归，是绵羊队吗？是绵羊队吗？好，请上桥。好，接下来啊，恐龙队的一个福利局是这样，觉得转鼻子好玩，我们这样转七个，好吧？预备，大象鼻子转，一、二、三。五六七，我们现在开摇，快摇！加油加油！这个好好玩啊、哦！还是晕的，还是晕的。还有20秒，有机会啊，妹妹们！哎呦！别怕！太烦人了，你们四个人都这么厉害。恐龙队的一个福利局转七个，太烦人了，你们四个人都这么厉害。觉得我们今天还没有发挥出我们最好的成绩，谢谢各位小哥哥的那个成长，前面转了那么多圈。来，让我们期待一下下一集的精彩表现。大家好，我叫吴秀丽，我来自平江县，我是一位钢琴老师。看过节目吗？看过，我们已经研究了2个月了。是真的，我们的战术都研究了很多了。因为我们是钢琴老师嘛，所以的话呢，像我们在节奏方面呢，我们自己觉得还是挺觉得挺好的。今天来的过程当中讨论最多的是什么？能够让剪辑师傅或者剪辑的老师能够多剪一点，我们多给点镜头就行了。绵羊队很期待哦！绵羊队，一、二、三，过来呀！请上桥。来，上桥的这组朋友，迎来的是我们的绵羊战队，白衣服的这支战队。想不想要福利？要！如果想要的话，就比一个心，让我看一下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不如让我们绵羊战队大象鼻子转5圈，好不好？
预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现在开摇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呦，哎呦呦，哎呦！他们现在一定感觉自己已经在摇了。哎呦，怎么摇完之后劲更大了？怎么回事？早知道不让你们摇了。我们已经研究了两个月了。像我们钢琴老师嘛，在节奏方面呢，我们自己觉得挺好的。我们觉得我们的在桥上这个摇啊，应该是可以让自己最起码30秒，结果我们上桥，我自己感觉就是快点掉水吧。所以战术白研究了两个月，我觉得是的。耶耶耶！接下来迎来的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超级大乱斗，让我们迎来可爱的绵羊战队和猎豹战队，他们要迎战的是恐龙战队。现在开始，好嗨呀！哎呀！哎呦，太厉害了，我天，加油啊，加油，双方都很稳啊，越来越猛烈了。嗯，哎呦，太可惜了。时间还有20秒。哎呦，还有10秒，我们跳，我们跳。